蛇形。好，往右横过来，往左拉，然后右手挡开，左手收回来，落步，蛇形。这个动作已经学过了，重点是怎么样衔接过来。好，现在我讲解一下。从这里开启，你看斜行，先把左手往右手边搭过来，两手合住，你看往左边捋拉过来。好，再打一下，你看一旋转，手掌手法要配合，捋重心要配合啊，一开启重心在中间，然后过来右手边，再过来左手边，左右交换，然后右手往上，往地上面，往右肩挡开，你看挡开，左手过来啊，所以这个一沉一薄这样差步，它是这样过来，一薄两手灵活，然后微微下蹲啊，所以看到这个手型变化，一捋一拨啊，然后再重复动作，你看一下蹲，右手一起来，右胯往前边转，屁股下蹲，左手往左边拉，拉到这个腿的上方，腿的上面，然后弓马步退出去，圆荡伸腰立起来，右手拉开，再送前，看身法马步。好，我们重复一遍，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重点，你看两肩保持送前，马步有力啊，腰要挤起来稳定，两腿支撑，松肩沉肘，保护肋骨，斜行